也可以啊。Yeah, yeah.
好久没见。同学，你们是逢甲还是东海的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哦。我想问一下名字。嗯，这边的是东海。你要选什么名字？祝中越大学。谢谢。第七届是第七届的老师。
他们要让请大家准备。